咦，三婆又给儿子换电器啊？是猪猪对死去的爸爸有孝心，他写信回来说啊，认识的男朋友还找到了一份职业。我也想出去找事做，叔叔又不给。纸钱开道，买通牛鬼蛇神包送到，今年就有彩色电视录像机全套，明年送汽车洋楼，还有冰箱。爸爸妈妈，今年我就烧这么多东西给你们，明年我赚了钱再多烧点好的给你们。尿尿不要尿在火盆里，嗯，快点回去吧，你老爸找你了。哎呀，三婆，你看你呀，怎么着火了？见鬼了，人老了真是没用了。哎，喂，不要泼了。啊，叔叔，烧液最近烧到一半就泼灭了。为什么？鬼门关一年开放一次，那些鬼希望亲人布施，要是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回的话，你说会怎么样？哦，让。哎，三婆，不要泼。哎干什么呀？有鬼啊！没事，鬼。阿莲，快拿香烛过来。哦。三婆，跪下。行了，三婆，起来吧。三婆，他接受你的道歉了，是不是真的？阿莲，扶三婆回去休息吧。哦，真的没事啊？没事了，先进去休息一下吧，小心点啊！千万别怪我，千万不要怪我！啊！真的没事？真的没事，你放心吧。是啊，不用那么担心了，先进去吧。小心而已，进去不吃是罚酒。每逢初二十六，记得要烧香给他。哦。你笑什么？叔叔啊，你像道士比像警察还多。道士跟警察一样，都是替天行道的人。小姐，啤酒来了。
宝金，嗯，再喝两杯水。好的。哎，谢谢你啊。再来点薯片。哎，你给我换个烟灰缸啊。你小子表的太过分了啊。林警官吩咐要装得像一点的。谁叫你装伙计，我装客人。你这臭小子。喂，上班的时候别跟客人乱盖。你也耍我。林警官吩咐的。哼，回去再给你算账。谢谢。哼，喂兄弟，当班的时候要叫我林警官，不能叫兄弟。知道了。你叫我做waiter，自己就弹琴过瘾。你会弹琴？不会。那得怪谁呀？手里晚上也没动静，也不知道消息是不是假的，不如收队算了。嗯，那个女的漂亮不漂亮？警官呢，现在等着要抓那些毒贩，收了队再泡妞吧。坐在那儿有两个多钟头了，那你想怎么样？你不觉得应该有个人陪陪他吗？想动他脑筋？我觉得你好笨呢。我明白了，你是说他有问题？你看他一个人坐在那儿那么久都没动过，手一直没离开过那手提箱。喂，我们过去查问他。来走。哎，再等十几秒了。现在跟再等十几秒有什么分别啊？曲子还没弹完呢。去。队长，怎么样？单身女的容易对付。小姐，小姐，这杯东西不喜欢喝啊。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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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，我可以坐下来吗？小姐，我们是警察局的，现在怀疑你的手提箱有问题，请你打开看看。你不说话，我当你答应了啊。林警官，有！别动，小姐，我现在告你拘捕、藏毒、袭警。哎呦，警官，这女的什么来头啊？什么来头也得抓！拦住她，拦住她！哎呦，别动！写啊，写到不难，有人相信才怪。喂，搞好了没有？就好了。那拿来看看，看看。喂，说时迟，那时快。一名中国籍女子破窗而出，我2237飞身扑进去，撞得人仰马翻。啊，写得好。不错不错。你早点帮我打字啊，就不用我那么辛苦了。那倒不是，我现在替你打的是辞职信。你不改行写武侠小说糟蹋你了是吗？喂，臭小子，你别耍我了。
你不觉得那妞儿古怪吗？喂，是很奇怪啊，你坐在这儿坐了两个钟头了，还没查到这妞什么背景吗？啊，查过了，那妞住在东平州，有个婆婆78岁了，大家都叫她三婆。你想干什么？打电话叫她出来认识路口公路。哎，你现在是不是查案查得太累了啊？连用脑子也嫌辛苦啊。喂，别老是盯着我行不行啊？哎，那个婆婆78岁了，你叫她由东平州出来这里啊，也要让她歇几天才能说话啊，是不是啊？要不是跟你十几年老朋友，我一定跟你翻脸的，我警告你啊。喂，我们是好哥们儿，开个玩笑不行吗？喂，你头上有虱子啊？你头上才有虱子呢，老是跟我开玩笑，讨厌。别再闹了，打电话了，打去东平州叫弟兄们找资料，然后送报告出来给你。谢谢。叔叔，叔叔啊，有时候到市区走走，人也精神多了哦。等会儿我们去搜购逛逛，顺便替你买衣服啊。不用多说了，我们替三伯认尸，然后去总部，哪儿都不去。叔叔啊，你答应过我什么？我记得逛街要叔叔点头，看戏要跟叔叔一起，不可以跟男孩子聊天，除非叔叔不在。嗯，除非跟叔叔在一起。嗯，一个人来啊？嗯，跟我叔叔。哦，那倒还好。爸爸死了，是妈妈，那就惨点儿。不过没关系，你那么年轻啊，可以再嫁。你胡说什么你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有没有弄脏你的衣服啊？有没有？叔叔，你打错人了，他是帮我擦干你衣服。大叔，对不起，是误会，是误会。喂，哪位警官来认吃猪猪的尸首啊？是我，是我。快点啊，快收工了。前辈啊，我是警长237啊，我是特地来接您的。前辈，请这边。叔叔啊，不如我还是……他哪里中枪啊？哦，腿部咯。怎么会这样啊？奇怪啊！有什么奇怪？人中了枪，当然有洞了。人中枪，伤口会肿起来的。对呀，怎么会呢？除非他中枪之前已经死了。他中枪之前不知道多有劲儿啊，拖了我几条街呢。人死了一样会动的。死了怎么会动呢？这是关节的连锁反应，要一个死人动啊，还有很多方法。哇，前辈，你懂得真多啊。他的头怎么受着伤了？啊，不知道啊，没打过他的头。验尸报告呢？哦，在警局。我们立刻去看看。哦。前辈，请这边哈。小鹏，拱猪钱该给了啊，先欠一欠呢。前辈，请这边啊。阿志，两杯奶茶。好的。奶茶合适吧？来杯水行了。哦，一杯水，一杯奶茶。知道了。哎，林警官还没有回来啊，那您到这边先坐一坐啊。这报告打好了，队长，这老伯干什么？
什么老伯啊，东平州前辈封叔啊，他当今让你们生出来了，叫老前辈。哎，您先请在这坐一会儿啊，我到那边找林警官。哎，喂，招客人呢。师叔，水来了，谢谢。哎，林警官，电脑又坏了。说嘛，一定是哪个笨蛋踢到插头了。我问你们找他。哇，干嘛穿得那么漂亮？跟你去帕特吗？是不是这样？哎，对了，林警官，这位是东平州的警官，说来找你的。哦 ，uncle， 进来吧。林警官，这报告写好了。嚯，真行啊，这么快就写好了。一定要请你吃的啊，下一次请你。嗯，啊，对不起，uncle。年轻人动手动脚的，哼！哎呀，哥们儿，你哪儿去了？我到处找你啊！哎，这位呢是东平州地段的前辈风叔啊，我们认识了，认识了。风叔好厉害的，刚才在练房啊，他用手一点那个尸首啊，尸首整个跳起来了，哇，吓死我了！我们是警察，你好像是爱讲故事，什么都要讲科学根据的。前辈，请坐。你们先聊啊，我还有事要办。嗯，哥们儿。对了 ，uncle， 我看你这次来是报告三婆的口供的，是吧？是的。uncle， 警察学校应该教过你，报告口供的要诀呢，就是干净利落、直接快，简单明了，不夸张。我看你可以开始了。一概不知。喂 ，uncle， 怎么一概不知啊？是你还是他一概不知啊？警察学校也应该教过你。判断口供要冷静分析，自己慢慢想吧。uncle， 我们大家都想早点破案，你这样讲话就是摆谱了。什么事啊？摆谱？要不是这些案子有古怪，请我还不来呢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如果你所说的资料是对这件案子有帮助的，我也想听下你的高见。你不是说想看看验尸报告的？不错，我怀疑死者中枪以前已经死了。喂，你不是说我见鬼吧？不是见鬼，他只不过是死了。死人怎么运毒啊？不是啊，刚才在练房的时候，你不要管。uncle 啊，现在是20世纪90年代了，你还在这捣人迷信呢？是你见识少。那要不要做场法事来超度超度他？他不是鬼，不能超度。你，好了好了，这样吧，他又不是鬼，可是他早就已经死掉了。那请你告诉我，他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尸首喽，是僵尸是吧？是有好多种，死了很久而变成僵硬的呢，就叫做僵尸；死而不僵的呢，就叫做行尸。我怀疑有人利用行尸运毒。我跟你说，停住！疯老四，听见有人在说神道鬼，我就知道是你来了。这么多年没见，你一点没变。站着干什么？不用办公啊！不是啊，长官，我们在谈一件案子。风叔说，可能有人利用刑事运毒。胡说！身为警务人员，怎么可以说这种荒唐的话？我先走了。想不想听听这件案子呢？那么多年不见，到我的办公室叙叙旧吧。林警官，你也进来。是，长官。这份文件已经等了你很久了，签个字吧。还是那么犟，要是当年你不是那么多原则，这个位子早就是你做的了。原则就是原则，没得改的。嗯，好吧，暂时就放在我这儿吧。你喜欢什么时候签就什么时候签。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，林警官。是，长官。这件案子已经列入高度机密，除了你那组人，不可以跟任何人说。
是。验尸报告已经送回来了。根据分析，那个女死者在案发前七天已经死了。不会吧？那个验尸官是不是弄错了？我也觉得奇怪。喂，老四，这种案子你是专家，你怎么看呢？长官，你相信他？当然了，当年他跟我拍档的时候是出了名的捉贼快、破案快，不知道破了多少起案呢。你不用嘴巴甜，这么大帽子我戴不起。林警官，撤销这些案子，当面发声过，把尸体给烧了。是，尸体不能烧。哎，慢点。不过这尸体摆在这儿，会令人怀疑的嘛。把尸体给葬了。葬了尸体就没有线索了。哎，合理啊，别葬。你不用跟我耍花样，替天行道的事我一定会做。嘿，那可太好了。不过水落石出以后要把真相报告上去。哎，没问题啊，我也是为了大家好嘛。林警官。是，长官。从今天起，风叔跟你一起查这件案子。啊，跟我？还有啊，为了方便风叔不用太过奔波，风叔搬到你那儿住。不是开玩笑吧？就这样了。喂，长官，我这是个命令，出去。是，长官。对了，长官，你说他办案快捉贼快，怎么干了那么多年还是升不了官呢？不错，他办案快捉贼快，可是我说漏了一句，背黑锅更快。他的外号叫做龙卷风，所到之处连根拔起。那你替我看着他。那你要让他查这件案子啊，只有他才能办。OK， 再见，长官。叔叔啊，看我这条裙子好不好看？一会儿再跟你算账。风叔，来吃个蛋糕啊！我给你倒茶。喂，谁请的蛋糕？嗯，他新来的，整点啊。哎，安口啊，你不是故意整我吧？啊，我跟你没有。风叔的侄女啊，你不知道。长官说什么？长官说叫他跟我们一起查这件案子，还要在我那儿住呢。那你有没有答应他？我当然不想他来了。不过现在呢？嗯。Hello。我还没有女朋友呢，你不要跟我争啊。喂，那就看谁有办法了。天死我。咦，这门不是钥匙的？这就是钥匙咯。哎呀，哎，急死了。这是新科技啊。嗯，哎，别挡着我。进来。随便了啊。哇，好漂亮啊。拜托你顺手关门，拜托了。人不像人，锁不像锁。安口啊，如果不合适住呢，那就不要勉强了啊。叔叔啊，这衣好漂亮。是吗？是哪一条？拜托让让，拜托让让。通了。你干什么？看掌纹比看鱼好吗？看掌纹。帮我。咦，鱼缸怎么在那儿？哎，对了，欢迎试用。好啊。没洗过澡啊。安口啊，我们年轻人的世界就是这样的，无拘无束，那边厕所，那边睡觉，这边洗泡泡浴，我看不合适你老人家的。有什么好啊，空空的。前辈好。这样吧，安口，路口那边有间宾馆最合适你住了。你要钱吗？来，这儿300块免息贷款。哎，不还也可以啊。这儿好住吗？前辈，我那儿有的是地方。那倒好啊，我可以省回200块。那这100块够你坐计程车了。哎，拿去吧。哎，来，阿林，
帮我拿双拖鞋来。哦。哎，好了，既然你喜欢住在这儿，我也没办法了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，我先洗澡了。啦啦啦啦，老鬼又不肯走。哎呀，你要洗澡你就快点啊。爸爸是叔叔啊，拖鞋。前辈啊，不如去我那儿住，我那地方大着呢。嗯，把拖鞋收起来。绿头鹰，绿头鹰，爸爸是个老妖精，哥哥走了，还没走啊。喂，你们拆房子。你们搞什么呀？喂喂喂，你们停手啊！你们别碰这个！喂，你搞什么呀？啊，你这小子！喂，安口，你好过分呐！这是我的家。喂，安口，我警告你啊，你快点给我把灯台拆了。每日一镜，心朗气清。喂。前辈特地来替你改善家居风水的，你走运了。你小子帮外人也不帮自己人啊！你想怎么样？想打架？走，走走啊！哎，你小子可别想近水楼台啊！见人大头鬼！我拿衣服的，前辈，我明天早上九点来接你。走啊！喂，安口，我睡哪儿啊？厕所浴缸随便你了。好。哎，安口，安口啊！嗯，你拿出来啊。什么 ？remote control 啊！我听不懂英文了。不拿出来，我翻脸了啊！叔叔啊，还不睡？你过来啊！嗯，安考，你先拿出来。受不了你啊！怎么了？陌生地方睡不着啊。数羊好了。你好像平常那样唱歌哄我睡啊。嗯，好了好了。小小的羊儿呀。唱一句，唱一句哦。睡了睡了。哎，你不做歌星太可惜了。睡觉也要讲技巧的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不过我习惯做睡前运动的。哎，好啊。我泡杯浓茶，看着你慢慢做。哎，咦，泡浓茶，我冲咖啡。嗯，干什么？昨晚上做贼啊？还没睡醒？体坛做法。哦，喂，世上的事真奇怪啊！你跟他合不来是吗？我不知道跟他多合得来啊！你合得来你的事，我受不了他。前辈，早上好。嗯，前辈，我们怎么开始啊？我们去尖沙咀逛公司啊。哎哎，前辈，前辈啊，你究竟带我们去哪里啊？啊，
这里是猪猪的男朋友艾迪开的，你们不知道啊？Uncle 啊，你有行动早点通知我们准备嘛，进私人地方要搜查令的，搜查令啊。没有搜查令就不用查了吗？喂喂，怎么办呢？啊，跟着他了，不然会搞得一团糟的。What can I do for you？ 前辈啊，这种小事我来应付行了。Excuse me, I want to go inside to see. Okay, okay. I want to join your club. 。I'm police. 这里不是警察会啊。喂，你别那么嚣张啊！小姐，我们是商业罪案调查科的，最近我们怀疑有人使用假钞票，为了避免你们受损失，请你跟我们合作。哦，好的。请你打开信箱看看。哦哦哦，好的好的。有问题啊？不关我事，不关我事的啊。是谁给你的？好像是阿强给我的。杀手强，您不要开枪啊！他常常给你钱花的吗？啊，不是的，不是，我们不是很熟的。这样吧，为了你的安全着想，趴下，趴下。哦哦哦哦哦，谢谢你们啊！趴下。前辈，您请进呢。门口，别说我不照顾你啊！一会儿有什么动静，站在我们后面。你怕？是啊，怕照顾不了你呀。啊，前辈，这种小事情我们做行了。哎，老兄，你等一等啊。请问艾迪在吗？是谁找他呀？我们是警察。警察？不知道。你干什么？保持冷静。喂，找谁呀？艾迪在吗？等一会儿。艾迪。电话。哦，谢谢。喂喂喂，会员才能进来啊。哦，我们是警察，现在为了查一件案子想跟艾迪谈谈。你他妈的警察了不起啊？我叫做大强啊，你冤枉我用假钞票，证据呢？拿出来啊，证据呢？来，艾迪在里面。没有证据警察敢怎么样啊？香港是讲法律的。嗯，罚你妈。哈，你他妈的骂我妈。哈，哎呦，喂，打警察。靠前。别追了，别挡着。哎，替我拿东西。拿东西。哎，停车停车。我是警察，我要征用你的车追前面车。 OK OK。 哎，紧密合作。 No。追不追到啊？人呢？啊，给他跑了。什么？前辈，给他跑掉了。他想放长线钓大鱼。
可惜忘了下鱼钩了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我们回去再找线索查好了。干什么，前辈？伏击追踪法。神经病啊！什么神经病？小伙子，他们拜拜呀、啊，有诚心一点呢。不像拜拜啊！我不认识他们的，谁知道他们的搞什么鬼？陈警官，又说不认识他。我知道他们在哪儿了，可以去追他了。喂，那他现在怎么办呢？把香拔了，泄那道气就没事了。拔了香会泄气啊？那他……喂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哇，好臭啊！找估计要搜一搜。对不起。进来。老板，猪猪的案子有警察找上门了。你碰过的东西，老板是不会要的。把头上的血擦掉。我想要笔钱，先躲一躲。有钱，你也没命花。知っている者がいたとは。準備。はい。院長。大家好。开上去。有车好啊。喂，干什么？什么事啊？艾丽的车。
哇，前辈好厉害啊！前辈，不如我拜你为师啊！啊，他的车在这儿，人就不知道哪儿去了。应该在里面。你怎么知道在这里边呢？啊，先听他怎么说。你看看，门前双蛇盘踞，面对双柱擎天，阳光难入，雾气聚集难散，阴气凝聚成滩，阴气加湿气又阴又湿，形成了极地凶葬格。哇，安口啊，我们现在是查案，不是来看风水。你怎么不信呢？啊，拿这些当事呈堂证供，法官一定派你去精神病院。我只知道抓凶手，其他一概不管。二三七，站住！那，你现在立刻叫总部派人来验车，封锁现场。没我的命令，不许乱来。OK？ 哥们儿，这个是命令。喂，你怎么了嘛？你想跟他学看风水呢，还是要当警察呢？你说，你说。对不起，师傅。哎，安可。那现在我以上司的身份命令你替我看着这辆车，来啊。喂，你干什么呀你？你快点放了我，我一定告你的，我一定告你的。师傅，他不会受伤吧？你老婆死的，你怎么坐牢吧？大不了换车，来。希望他没事了。你看看，整个花园铺满黑泥，寸草不生。猜得不错，应该是石灰地。石灰应该是白色的，外黑内白吗？真的是石灰啊，有什么用啊？碳粉防潮，石灰防腐，这是中国古代养尸的方法。哎呀，有玻璃啊。九局一派，九局一派，天下奇门遁甲本来源自中国，在隋唐时代中日两地交流贸易，九局一派就在那个时候兴起的。哦，哎，那玻璃要来干嘛？凝聚雾气，结集日月精华，而达到操纵形势，邪术旁门左道啊。师傅，那就是想不到误入歧途，灵界转入魔道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师傅。刚才你拿着玉牌去试，发现他们不合适，就表示正邪不两立嘛。我们进去伏魔降妖吧，师傅。啊？嗯。敌暗我明，进去很危险的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嗯。又再来啊？Thank you.
阿狗，你不满意我可以说啊，我回去一定报告上级。如果求神拜佛也能破案的话，不如请道士当警察就得了。哎，师傅，喂，哥们儿，我查到了，苹果甜了。不是啊，爸。喂，喂，你查到什么呀？我查到业主是开日本餐厅的。是吗？是啊。那待会我们甩掉安口，自己去查。嗯。喂，不行啊，叫师傅一起去，安全点。有了他一定坏事。那万一是不是还想当鸡童？走啊。哦。安口啊，我们去看电影啊。是啊，师傅。咦，你们去哪里啊？看电影。我买了东西回来给你们吃啊，吃了再去啊。不用了，喂，肚子好像饿了。叔叔，叫你不要乱跑。人家知道你辛苦，特地买了东西给你吃吗？哇，是汉堡包。是啊，林警官喜欢吃的。林警官啊，倒杯水给我。哦，案子很棘手啊。当然棘手了，车给撞烂了，案子也没破。师傅，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操纵尸首呢？奇门界事业无法，金木水火土，每一样都需要师符念咒。可是叔叔身上什么都没有啊。我知道了，叔叔，是不是找到那道符就可以捉到下符的那个人呢？多嘴。另外再倒一杯来。哎。哎，走吧，到时候了。走啊，一边走一边吃好了。走，我们一起去。你也去啊？去练房，有线索。有线索？准备当鸡童吗？证据在他头上，抬了出来。哦，火啊！火啊！他们用的是冰符。冰符？嗯，不错。冰符一进入人体就会融化掉，所以验尸官就什么都验不出来了。哦，啊，安口，你真有一套啊！这么夸张的事你也编得出来？喂，走啊，时间到了。对不起啊，我们先走了。哎、走啊！喂，师傅，走啊！你急什么嘛？你干什么？锁住他，省得他碍手碍脚的。喂，不要了，里面很冷的，你先把他冻死了。冻什么呀？冻不死他的。走吧，走啊，把他放出来，放出来啊！查完案就放得出来了，行了吧？我先签个字再走。喂，小心啊！啊！哇！
撞死人的。这个笨蛋想少百人命，上车！开枪没用的，把钥匙拿过来呀！喂，别逞英雄啊！快呀！哎呀，这车钥匙！撞他，撞他！你顶住啊！行尸啊 ，uncle， 行尸啊！快爬上去！你别下来啊，他目标是你啊！不会吧？呀！呀！这么厉害！躲起来！我别点火！哦，哎，不是点这里啊！快走！整间炼房子烧光了，就你搞什么鬼啊？办案！办案！是死尸打警察呢，还是死尸动乱啊？这报告叫我怎么写啊？照实写了，我早就跟你说明白了。不错，
可以用不上捅那么大篓子吗？李警官。是，长官。到底怎么会搞成这样？你对他有什么不满意的，尽管说出来。不要紧的，坏的好的都直说。安狗他很固执，不听指挥，办案手法落后，毫无科学精神，一点优点都没有啊。他是一个好警察。你说他是好警察？我只是尽我的本分。你刚才说他固执呢。可是他有原则。又说他办案落后。可是很有效果。他毫无科学根据啊。这件案子根本无科学可言的。那你是相信他了？我不信他可能已经没命了。他是我救命恩人。说完了没有啊？说完了替我把衣服拿出来吧。好，你们俩既然一条心，我大不了不吃政府饭，我决定支持你们。是，长官。喂，你救命恩人的衣服啊。吃饭啦。你喜欢吃面，这碗是你的。哇，你对我太好了，谢谢。每顿吃饭都要分菜，太麻烦了。那就一起吃吧。好啊，大家一起吃饭，那就不用那么麻烦了。其实一起吃饭好像一家人一样啊。对了对了，就像一家人那样真诚合作，这件案子很快就破了。我们面对的不是普通匪徒，你们两个根本没能力对付他。以后一切听我安排，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。谢谢师父关心。不是你，我是说他。噎着我了，我进去喝点水。喂，怎么了？叔叔啊，林警官会不会有危险呢？你知道这块玉有什么用吗？辟邪了，是叔叔的护身符吗？嗯，有谁有需要就给谁了。我明白了，叔叔。哥们儿，敬老是应该的。知道了，这口气我忍了。这是啊，叫我。不好意思，等我一会儿啊，很快回来。什么事啊？我想。你想什么？我想你出来，我有事跟他说。又找林警官，什么事啊？叔叔其实很关心你的，这块玉牌可以辟邪的，带上它。嗯，老实说啊，如果这块玉是你叔叔给我的，我可没什么兴趣。不过如果是你给我的呢，我就当是定情的信物了。嗯，啊，你讨厌。哎，失败。再见。哎，这块玉不能放口袋，要诚心诚意的挂着。安口，你说了我会照做的。早。嗯，师傅，今天去哪儿调查？今天哪儿不用去，你上去替我看着他，别让他到处跑。哦，师傅，你去哪儿啊？喂，你搞什么鬼啊？喂，哇，喂，穿得那么漂亮，喝喜酒啊？啊，你小子不要那么风骚，你以为我一定输给你啊？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走吧走吧。去哪儿啊？你不是说那个业主名下有一间日本料理吗？那怎么样？别让安口小看我们不能办事吗？去看看啦。喂喂喂，干什么呀？师傅临走吩咐下来的，叫我看着你，别让你乱跑。哦，警察部门没了他就不用办案了啊？他是这么说的吗？我不跟你说那么多了，车钥匙拿来，拿来，快点。
拿来拿来拿来，快点快点，你怎么老抬杠啊你？拿来呀、啊、拿来呀、啊，嘿。有时候不去呢，怕你撞坏我的车啊！啊，走。这里好像全身都不舒服，别这么没胆子了。先生，请坐，请坐。喂，两个，请这边，请坐。怎么了？看什么呀？你觉不觉得那个女的好像有点古怪啊？不知道会不会跟上次餐厅那个女的一样啊？哎，这样就不用怕了，是吧？你有，我没有啊。哎，还是别搞了，查下也查不到什么。我还是先走吧。喂喂喂，走什么呀？走，坐下。我们现在查的是毒品案子啊。你想怎么样啊？一打开了门，就有几条隧道，那些制毒工人跟你说 ：“Hello， 你来抓我。”这样的是不是这样的？不是啊，我干什么呀？我们终于可以面对面聊聊了。我都不认识你，有什么好聊的？我也不必拐弯抹角。哎呀，是不是自找的？我早跟你说过是麻烦。如果不嫌弃的话，就收下。喂，快！本来我们河水不犯井水的，如果一定再斗下去的话，会两败俱伤的。不如喝杯酒，慢慢考虑一下。不用考虑了，我们和气生财，那我们一言为定了。我们走，走走。两位就这么走，好像缺少一点诚意啊。诚意？什么诚意啊？中国有句古话，身体发肤受诸父母，我断法为誓，毁约者就如此法。哦，诚意，诚意，行行行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身体发肤受诸父母，我，快点啊！身体发肤受诸父母，别动啊！别动，快打电话！原来高手另有其人。
やりますか。誰かが迎えに来るはず。私はその人に会いたい。办法师傅，我们刚才我知道他中了妖术，寒气攻心、那有没有得救啊？有，人有三把火，只要三火汇聚天灵、再逼近他的血管，产生热量，使他血气活腾，那寒气就自然会消解。可是他没有知觉了。你有啊。我闭上双眼，集中精神。 我不行啊。我会帮你。师傅，他发胀了。好 baby， 再来嘴里施了法啊。这块东西会冷缩热胀。啊哦哦哦哦，来啊，头不要离开冰箱啊，你搜索我就马上来救你啊。叔叔，他心脏好像停了，那怎么办？没事的。拿能烧的东西把门口封了。叔叔，
人，这镜子对我是没用的。也压死了。喂喂，干了！不是他。Oh,
我拉上来。师父没死。师父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我没事。Uncle， 我们看看脸怎么样？啊，走。尽量不要接近这堆东西啊！师傅，下次来我带你四处逛逛。哎，快点啊！这什么规矩啊，走过要跺两脚的。我的鞋有沙吗？你那只鞋的还有沙呢。上床了，再见。有空我回去看您的了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啊，叔叔啊，我漏了个随身听在林警官家里，我坐下一班船回来啊。接着帮我看着他，晚三天回来。答应你。走，再见。师傅，我去陪您三天呢。喂，帮我请三天假，三天行了。你这小子真是醉精了。再见，再见。
咦，三婆又给儿子换电器啊？是猪猪对死去的爸爸有孝心，他写信回来说啊，认识的男朋友还找到了一份职业。我也想出去找事做，叔叔又不给。纸钱开道，买通牛鬼蛇神包送到，今年就有彩色电视录像机全套，明年送汽车洋楼，还有冰箱。爸爸妈妈，今年我就烧这么多东西给你们，明年我赚了钱再多烧点好的给你们。尿尿不要尿在火盆里，嗯，快点回去吧，你老爸找你了。哎呀，三婆，你看你呀，怎么着火了？见鬼了，人老了真是没用了。哎，喂，不要泼了。啊，叔叔，烧液最近烧到一半就泼灭了。为什么？鬼门关一年开放一次，那些鬼希望亲人布施，要是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回的话，你说会怎么样？哦，让让让让，哎，三婆，不要泼。哎干什么呀？有鬼啊！没事，没事。阿莲，快拿香烛过来。啊，三婆，跪下吧。三婆，起来吧。三婆，他接受你的道歉了，是不是真的？阿莲，扶三婆回去休息吧。哦，真的没事啊？没事的，先进去休息一下吧，小心点啊！千万别怪我，千万不要怪我！啊！真的没事，真的没事，你放心吧。是啊，不用那么担心了，先进去吧。小心而已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每逢初二十六，记得要烧香给他。哦。你笑什么？叔叔啊，你像道士比像警察还多。道士跟警察一样，都是替天行道的人。小姐，啤酒来了。
你的。伙计，再喝两杯水。好的。哎，谢谢你啊！再来点薯片。哎，你给我换个烟灰缸啊！你小子表的太过分了啊！林警官吩咐要装得像一点的。谁叫你装伙计，我装客人。你这臭小子！喂，上班的时候别跟客人乱盖。你也耍我？林警官吩咐的。哼，回去再给你算账。谢谢。喂，兄弟，当班的时候要叫我林警官，不能叫兄弟。知道了。你叫我做 waiter， 自己就弹琴过瘾。你会弹琴吗？不会。那得怪谁呀？手里晚上也没动静，也不知道消息是不是假的，不如收队算了。那个女的漂亮不漂亮？警官呢？现在等着要抓那些毒贩，收了队再泡妞吧。坐在那儿有两个多钟头了，那你想怎么样？你不觉得应该有个人陪陪他吗？想动他脑筋？我觉得你好笨呢。我明白了，你是说他有问题？你看他一个人坐在那儿那么久都没动过，手一直没离开过那手机箱。喂，我们过去查问他。来，走。哎，再等十几秒吧。现在跟再等十几秒有什么分别啊？曲子还没弹完呢。去。队长，怎么样？单身女的容易对付。小姐，小姐，这杯东西不喜欢喝啊。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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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，我可以坐下来吗？小姐，我们是警察局的，现在怀疑你的手机箱有问题，请你打开看看。你不说话，我当你答应了啊。李警官，有！别动，小姐，我现在告你拘捕、藏毒、袭警。哎呦，警官，这女的什么来头啊？什么来头也得抓！拦住她，拦住她！拦住她！走！哎呦，别动！写倒不难，有人相信才怪。喂，搞好了没有？就好了。那拿来看看。看看。喂，说时迟，那时快。一名中国籍女子破窗而出，我2237飞身扑进去，撞得人仰马翻。啊，写得好。不错不错。你早点帮我打字啊，就不用我那么辛苦了。那倒不是，我现在替你打的是辞职信。你不改行写武侠小说糟蹋你了是吗？喂，臭小子，你别耍我了。
你不觉得那妞儿古怪吗？喂，是很奇怪啊。你坐在这儿坐了两个钟头了，还没查到这妞什么背景吗？啊，查过了，那妞住在东平州，有个婆婆78岁了，大家都叫她三婆。你想干什么？打电话叫她出来认识路口公路。哎，你现在是不是查案查得太累了啊？连用脑子也嫌辛苦啊。喂，别老是盯着我行不行啊？哎，那个婆婆78岁了，你叫她由东平州出来这里啊，也要让她歇几天才能说话啊，是不是啊？要不是跟你十几年老朋友，我一定跟你翻脸的，我警告你啊。喂，我们是好哥们儿，开个玩笑不行吗？喂，你头上有虱子啊？你头上才有虱子呢，老是跟我开玩笑，讨厌。别再闹了，打电话了，打去东平州叫弟兄们找资料，然后送报告出来给你。谢谢。叔叔，叔叔啊，有时候到市区走走，人也精神多了哦。等会儿我们去搜购逛逛，顺便替你买衣服啊。不用多说了，我们替三伯认尸，然后去总部，哪儿都不去。叔叔啊，你答应过我什么？我记得逛街要叔叔点头，看戏要跟叔叔一起，不可以跟男孩子聊天，除非叔叔不在。嗯，除非跟叔叔在一起。嗯。一个人来啊？跟我叔叔。哦，那倒还好。爸爸死了，是妈妈，那就惨点儿。不过没关系，你那么年轻啊，可以再嫁。你胡说什么你？哎呀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有没有弄脏你的衣服啊？有没有？叔叔，你打错人了，他是帮我擦干你衣服。大叔，对不起，是误会，是误会。喂，哪位警官来认吃猪猪的尸首啊？是我。快点啊，快收工了。前辈啊，我是警长237啊，我是特地来接您的。前辈，请这边。叔叔啊，不如我还是……他哪里中枪啊？哦，腿部喽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奇怪啊！有什么奇怪？人中了枪，当然有洞了。人中枪，伤口会肿起来的。对呀，怎么会呢？除非他中枪之前已经死了。他中枪之前不知道多有劲儿啊，拖了我几条街呢。人死了一样会动的。死了怎么会动呢？这是关节的连锁反应，要一个死人动啊，还有很多方法。哇，前辈，你懂得真多啊。他的头怎么受了伤呢？啊，不知道啊，没打过他的头。验尸报告呢？哦，在警局。我们立刻去看看。哦。前辈，请这边哈。小鹏，拱猪钱该给了啊，先欠一欠呢。前辈，请这边啊。阿志，两杯奶茶。好的。奶茶合适吧？来杯水行了。哦，一杯水，一杯奶茶。知道了。林警官还没有回来啊，那您到这边先坐一坐啊。这报告打好了，队长，这老伯干什么？
什么老伯啊，东平州前辈封叔啊，他当警长你们升出来了，叫老前辈。哎，您先请在这坐一会儿啊，我到那边找林警官。哎，喂，招客人呢。师叔，水来了，谢谢。哎，林警官，电脑又坏了。说嘛，一定是哪个笨蛋踢到插头了。我也没插头。哇，干嘛穿得那么漂亮？跟你去帕托嘛。是不是这样？哎，对了，林警官，这位是东平州的警官，说来找你的。哦 ，uncle， 进来吧。林警官，这报告写好了。嚯，真行啊，这么快就写好了。一定要请你吃的啊，下一次请你。嗯。啊，对不起 ，uncle。年轻人动手动脚的，哼！哎呀，哥们儿，你哪儿去了？我到处找你啊！哎，这位呢是东平州地段的前辈风叔啊，我们认识了，认识了。风叔好厉害的，刚才在练房啊，他用手一点那个尸首啊，尸首整个跳起来了，哇，吓死我了！我们是警察，你好像是爱讲故事，什么都要讲科学根据的。前辈，请坐。你们先聊啊，我还有事要办。嗯，哥们儿。对了 ，uncle， 我看你这次来是报告三婆的口供的，是吧？是的。uncle， 警察学校应该教过你，报告口供的要诀呢，就是干净利落、直接快，简单明了，不夸张。我看你可以开始了。一概不知。喂 ，uncle， 怎么一概不知啊？是你还是他一概不知啊？警察学校也应该教过你。判断口供要冷静分析，自己慢慢想吧。uncle， 我们大家都想早点破案，你这样讲话就是摆谱了。什么事啊？摆谱？要不是这些案子有古怪，请我还不来呢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如果你所说的资料是对这件案子有帮助的，我也想听下你的高见。你不是说想看看验尸报告的？不错，我怀疑死者中枪以前已经死了。喂，你不是说我见鬼吧？不是见鬼，他只不过是死了。死人怎么运毒啊？不是啊，刚才在练房的时候。你不要管。安口啊，现在是20世纪90年代了，你还在这捣人迷信呢？是你见识少。那要不要做场法事来超度超度他？他不是鬼，不能超度。你，好了好了，这样吧，他又不是鬼，可是他早就已经死掉了。那请你告诉我，他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尸首喽，是僵尸是吧？是有好多种，死了很久而变成僵硬的呢，就叫做僵尸；死而不僵的呢，就叫做行尸。我怀疑有人利用行尸运毒。我跟你说，停住！疯老四，听见有人在说神道鬼，我就知道是你来了。这么多年没见，你一点没变。站着干什么？不用办公啊！不是啊，长官，我们在谈一件案子。风叔说，可能有人利用刑事运毒。胡说！身为警务人员，怎么可以说这种荒唐的话？我先走了。想不想听听这件案子呢？那么多年不见，到我的办公室叙叙旧吧。林警官，你也进来。是，长官。这份文件已经等了你很久了，签个字吧。还是那么犟，要是当年你不是那么多原则，这个位子早就是你做的了。原则就是原则，没得改的。好吧，暂时就放在我这儿吧。你喜欢什么时候签就什么时候签。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，林警官。是，长官。这件案子已经列入高度机密，除了你那组人，不可以跟任何人说。
是。验尸报告已经送回来了。根据分析，那个女死者在案发前七天已经死了。不会吧？那个验尸官是不是弄错了？我也觉得奇怪。喂，老四，这种案子你是专家，你怎么看呢？长官，你相信他？当然了，当年他跟我拍档的时候是出了名的捉贼快、破案快，不知道破了多少起案呢。你不用嘴巴甜，这么大帽子我戴不起。林警官，撤销这件案子。